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狗和动物和中文。介绍一下爱迪生，这是谁？哥哥。好，你喊你哥哥。大声说。可以说，这是谁？这是老祖母。哦，这是你的老祖母。这个呢？这是爷爷。这是爷爷，他是谁的爸爸？这是爸爸。他是谁的爸爸？哦，是。对了，他是爸爸的爸爸，非常好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奶奶，奶奶和爷爷。好，这个，这个爸爸，这个是爸爸。这个是我。嗯。这个是。妈妈，这个是外公，这个是大姨，这个是大姨夫，这个是表哥。嗯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你爸爸最喜欢做什么？他喜欢什么？爸爸，喜欢。动物吗？他喜欢狗还是喜欢猫？喜欢狗。啊，你爸爸喜欢什么？我爸爸喜欢，我喜欢猫。喜欢猫啊？那你的妈妈喜欢什么？啊、哦，妈妈喜欢狗，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狗和猫。狗和猫都喜欢。嗯，非常好。嗯，这是沙莉画的啊、嗯，沙莉画的。好啊，好啊，跟我们介绍一下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我姥姥。这是外婆。外婆。哎，姥姥，这个呢？大姨。大姨。你自己介绍。这是我小姨，嗯，这是她的小姨，这是我小姨夫，他的孩子是表弟，是你的表弟，我的表弟。And then， 这是我妈，嗯，这是我爸，嗯，And then， 这是我哥哥和我的妹妹，嗯 ，And then， 嗯，这是我，And then， 这是我爸爸的姐姐是。姑姑，他有三个孩子，堂，这是我的三个堂哥，这个堂哥的孩子是我的侄女，and then 我这个堂哥有两个侄女，耶、yeah.。孙悟空本领强，上天入地本领强，狂呀啪呀，你呀，狂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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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啪，狂呀啪啪，经常经常这样，两个人玩，两个人玩。
This is the Monkey King class. The following video contains us giving directions in Chinese. 大家好，我是悟空班的莎莉。大家好，我是悟空班的 Alison。大家好，我是悟空班的方程家。我们的节目是带路。我们开始啦！开始，开始，好。向左转。向左转，这边吗？好。向前走，好，向前走，停，好，向右转，向前走。你们叫我看哪最好行？好，向前走，向前走，停，向前走，好，还有按电梯，好，按电梯，好，好。你说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向前走，向前走，向前走，我一个人啊。要拍，大家一起。好，我还在前面呢。好，停，向后转。好，向后转。在哪里啊？我们在哪里啊？跳舞，我们在哪里啊？电梯，跳舞，跳舞。我们在哪里？跳舞。在哪里？跳舞好，你叫我跳舞。好，上前走，下电梯，下电梯，下电梯，向左转，向前走，啊。上楼梯好，上多少？都上是多少？五，上前走，楼梯好，向前走，好，向前走，向前走，向前走。是的，不能向前走。没有，向前走。给我一块两毛。向前走。没有。开始。好，向左转。向左转，这边吗？好。向前走。好，向前走。停。好，向右转。向前走。你们叫我看哪最好行？好，向前走，向前走，停，向前走，好，还有按电梯，好，按电梯，好，好。那你说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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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去。向前走，我一个人啊。停，向后转。好，向后转。在哪里啊？我们在哪里啊？跳舞。我们在哪里啊？电梯。跳舞。我们在哪里？跳舞。在哪里？跳舞好。向前走。啊。这个，上跳。楼梯，上楼梯，上楼梯好，上多少？都上是多少？五，上前走，楼梯好，向前走，好，向前走，向前走，向前走。给我5块钱，我要买吃的。